您是用脚怎么来完成这个？比如说，现在你想给你丈夫打电话了。哦，要打电话，我先放在这儿。然后打开，然后你打电话是用语音吗？有免提是吧？对，也有不用免提的时候。那你要不用免提怎么办呢？不好意思，没事儿。 现在夹住他自己的。啊哦，你看。我的肩膀。哦。你看。他还有点。其实对于。